小渔村比拼争夺最后一批推荐词条，活力满分。一名成员出战，站在软木箱上俯身将康师傅绿茶放到尽可能远的位置，并起身复位。你这太敷衍了。过程中身体不能碰到地面，放置距离最远的队伍获胜。每个人都有两次的挑战机会，最终我们就计算最好的前两组的成绩。啊，就是以组里这个三个人，其实个人最好成绩就决定组的名次。是的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，不要抽筋了。这个是活动哪儿的？腰。哎呀妈呀，这。开始吗？开始呗，让他们先上啊，按积分最高的先上。你们主场，你们先来。行，那就由白队先来吧。这么草率吗？你先试试吧。行，你先试试。他应该很可以，他轻。我是坐上面吗？骨头没事吧？就坐上。骨头没事，但我感觉哥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下不去啊。我使点劲儿了啊。这哪儿发力？大腿后侧。大腿后侧跟小腿。腰不使劲吗？跟腰有关系的话就没这么弱了。哦，你手不要拽啊！啊，你手不能拽啊！对，你不能拽着他呀，拽的是裤子，没拽人呢。那也不行，重来吧。一会儿给范儿新累死了。小伙子眼睛挺尖的，必须的。来吧，重来了。呦嘿呦呦呦哎，呦嘿呦呦呦哎哎呦哎呦哎呦，记住我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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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.25米，行了，歇会儿，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等着，来下一组，锤哥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都没地儿坐呀，哥哥，坐了吗？我坐了。不是，我这有点不舒服，哥哥，你这硌着我了。你基数太大了，他压不住你。哎呀，头疼，不行，你这压疼啊？不是，你得坐住我呀。他坐不住，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？我能正着坐吗？可以。哦。你能压住我？你能压住我？等会儿再来一次。你头往后一点，这样更重。哎，对，哎，上套路了。下去，输了。晨哥第一次挑战失败，没有成绩。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，不是我这个腿实在抽筋，抽的有点。是游戏的事儿还是这个年龄开始？年龄。你得先这样，对，然后一人压一条呗。就一人压一条。要不要我压脚吧？可以。那么累啊！1.23米，还可以哈，可以。来，下一位成员。啊！这肯定压得死死的。压好啊，哥。好。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似的？不是，弟弟，手往前伸啊，手往前伸啊。哎呀，我去！你干啥了？这是发力啊！我靠，发力的点不太对啊！哦，有希望，咱得回了啊！哎呦！出去了！范丞丞的成绩是1.16米。
接着来下一组。过来过来，给坐一下。我的腿啊！怎么我们队两队帮忙啊？那咋整啊？你别说，挺踏实。过年了，快平身，快平身，喝一个吧。我该能起了。对不起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算了算了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来来，我压你了。我的任务是把它够回来，是吧？我给你拿回来，来来来，我先给你拿回来。谢谢哥，来，你在这儿行吗？哎，行，那这是我们成绩了。走，这好像真，哥你压住我呀？我压住呢。哦，我感觉他的小腿其实是翘起来。不行，来来来，来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哎，你怎么差一点？我压不住去吗？回吧，哎，哥别动，啊啊！哇，已经很远了，我觉得没我们远。黄星辰挑战的成绩是118厘米，下一位成员白鹿。哇，你这个坐的地方好少啊！走。哎呦，很轻松啊！嗨，哎呦。哎，可以啊！哎，立起来，滚！啊，可以啊！啊，可以啊！哇！好远啊！哇，这还挺远的，很轻松，比我差。我来，我俩一起压你吧，来吧，这样子，要不要？行吗？你俩坐住了吗？你俩坐住没有？坐住了，坐住了，坐住啊！你俩可坐住啊！坐住了，我往前了啊！啊，走走走，往前了啊！炸！得，这还不算。不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都等会儿。哎呀妈呀，这坐住啊！坐住了。行了，放这儿吧，哥哥，可以了，已经很远了，老大。97厘米。哎呦我去！小腿是吧，哥？疼。该谁了？支援。好。还有身高优势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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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！怎么那么轻松？哇，最远了，超越了，1.28米。哇，还是年轻啊，真厉害啊！哎呀，张真远呐，张真远，真远。吴洋，把他们给我干掉。我来压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怎么样？加油！哦哦，可以。哇塞！哇塞！可以，就这儿。我感觉腿没压住，我已经很重很重了，哎，就压不住，腿压不住，起来，起不来，腿滑下去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他都快给你压断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你腿使不上劲儿，可以试试两人，来，来，拖住，好。加油加油！哎呀，不行就不行，能不能上去？不行，再上去，回去拿，再往回一点，瓶子，哎，对，好，这儿放这儿，我放这儿起来吧，这儿吧，我放这儿起来吧，好，放这儿咱们就起来。哦，那不行，沙哥刚刚眼睛里都有光了，太激烈了，来，海哥，坐了啊，趴着。哎呦我的！哎呀妈，你这么压呀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还这么压呢！来吧啊！来吧，可以了。有了。这腰腹，年轻人。
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小，你小心点啊！郑凯也有那个习惯。你发力容易后面。讨厌。好。有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有成绩就行。有成绩，有成绩。第16。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。我们三个差不多哎，怎么这么平均呢？我们在每人的两次机会挑战结束之后，可以无限次数啊挑战其他组最远的那个距离。对，你们可以让我们先。你们不用玩，你们不用玩，你们谁超了，咱就把他灭了。谁超？击毙你！蓝先生，蓝先生，干！来，咱俩这样，一人坐一边，这样行吗？可以。哎，哦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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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！啊！鸡！哇！牛牛牛牛牛牛！我超过我了！超过了吗？超过了。在这儿呢，兄弟，这得是水平，是不是？鲁豫小的成绩是1米26.5，超过了范儿了，没超过甄媛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！我们的氧气女孩，鲁豫小不会这块8块腹肌吧？那我们范儿级要挑战，怎么这么卷干嘛呢？你们不用那什么，我们原来也第2。不，那我们也要把你们干下去。干下去，我们也是第2、啊。不行，我争口馒头，争口气。那意思我们要蝉联前2。我必须的，我们都想蝉联前3。你快点的。接下来，范世奇第二次挑战。甄媛轻松啊，我天哪，太轻松了，怎么都这样。范世奇的成绩是1米35，目前场上排名第1。这小子真能啊，哥，这句话在东北可能是最高评价，是啊，这小子挺厉害，这真能啊，这小子真能啊，这小子挺厉害，这小子真尿你。甄媛挑战一下吗？试试吧，让我们队自相残杀了。对，你再试10轮，然后咱们去撕名牌累死你。你是这个意思是吧？这个意思。咱们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啊。人家摆，你们俩在后面演的。走了。哦。哦。超没超？哇哦！超了1厘米。走进我心里，胸肌、腹肌、大腿肌。范世奇，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？我没必要。我觉得你应该再挑战。他不消耗了，我不消耗了。不消耗，要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就差1厘米。我不消耗体力，我不消耗了。他们已经中了他们的毒气了。我不消耗了。还有没有挑战我们张甄媛的？我再试一次。放马过来。我上了啊。蓝队啊？没有，真超了，超了，真超了一点点，超了，真超了一点点。凯哥挑战的成绩是128.5厘米，把我第3名挤掉了。那我们有分了？有了。哇！恭喜白队可以赢得2个词条，中队可以获得1个词条。